安杰伦出新产品啦。没错，就是它，安杰伦自主开发的新型链式喷涂机，追求高效率喷涂的汽车零部件企业，快看过来。采用双排链条组件，总共216个旋转工装，驱动使用防爆刹车电机，排污采用三个离心风机，通过双层紧密不锈钢过滤网过滤。设备还采用了可编程控制系统，它能根据不同的骨架要求人为设定工作节拍、烘干温度、时间、喷浇时间等，可切换自动或手动模式。喷浇室有三个喷涂区域，底涂、面涂一、面涂二，每个区域有五把固定喷枪，每个区域有九个旋转工位，每把喷枪有独立开关及雾化调节阀，喷枪支架可快速多自由度调节。吸雾风机有三个离心风机独立排风，设备有两个温度传感器，精确控制温度在正负5摄氏度左右。喷涂系统采用压缩空气作为气源，另外涂料采用压力筒或隔膜泵供胶，